正前方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中华民国国旗。你要去？我也喜欢，把方式喜欢。那、啊、后面呢？后面那个为什么会旋转成那么厉害？那个是设计的关系，而且是风的关系、哦，没有风就转不过来的。哦，这样旋转就很漂亮，很像那个我们在小时候在做那个什么那个望远镜，对啊，摩天轮。对对对。要不要做？你们要不要做？我们去做。我们去做摩天轮。澎湖国际风筝节喽，好，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台湾，微笑澎湖，这就是整个龙门沙滩，拜拜。